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修，时间过得很快，我们3天的讲演呢，就要圆满了。可以好。可是在今天呢，我们才真正的讲到正题，这个净土的资粮，信愿行，这修学的3个条件。可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净宗是大乘佛法，因此一定要以3福、6合、3学做它的基础。经中我们常常看到佛叫做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是有标准的，不是随便称呼的。三福第一条真正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就是人天善啊，标准呢就在此地啊，在人天城中啊，称得上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能够再做到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小乘经里面所称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大乘菩萨这个善标准又要加强啊，这第三条里面讲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那么诸位要晓得，净土三经古大德告诉我们，他是大乘当中的大乘，一乘当中的一乘，至高无上的佛法，所以这个经中称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必须是三福具足啊！我们要不能在这上面认真修学，那么换一句话说，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没有份的啊，这一点应当要知道啊，应当要努力认真的修学。佛是真诚
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是以真诚的心来修学，这样啊，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师子道合，感应大教。那么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非常好，第一个要自信，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什么成就都谈不上。所以有些同学要问来问我能不能往生，我能不能成就，他来问我，我给他摇摇头，我说你不能往生，你不能成就他就奇怪了，为什么？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啊。你对你自己有了信心啊，你何必来问我呢？所以这个事情关键是在自己。佛在经上说得非常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里想往生就决定往生，想做佛就决定做佛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就变现什么境界。六道轮回也是我们妄想变成的嘛。天天想五欲六尘，天天想名闻利养，这是贪啊。将来到哪里去呢？这就是想作恶鬼。贪心变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是畜生的你看看三恶道是自己心想变现原本没有三恶道，正如同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一样，所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晚上做梦，梦从哪来的？梦是心想变现出来的也许你说我根本没有想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梦呢那是你自己潜意识里面微细的这个想念分别，你自己都不知道，念头有很微细。佛在经上常说，一弹指，这是佛用比喻说，一弹指有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一刹那当中有九百个念头，你说这样微细的念头我们确实自己都不晓得这些念头就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这都叫妄念唯识经论里面讲的妄心，叫妄想心我们不晓得，真正能够发现这个妄想心的，经上告诉我们
八地菩萨。菩萨修行转世成智，八地菩萨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这是阿赖耶识里头的微细念头，菩萨看到了。你看不到，你怎么能转它？看到之后发现它了，才能对治它了，这才能转它了。八地菩萨才见到微细的妄想。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所以这说明这个心里面的念头非常非常重要。恶念一定感得恶报，善念一定感得善果，所以佛教给我们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道理就在此地。所以佛说法是根据事实真相说的，不是理想，不是推测，不是盲目来教导我们，佛是完全依据事实真相。佛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也是佛亲眼看到的事实真相，决定不是虚构的，不是他的理想，完全是事实。因此能不能往生在乎我们相信不相信自己。如果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强烈的愿望，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那就恭喜你了，你是决定的生。纵然你问一切诸佛如来，诸佛也点头跟你说你决定的生。这个你决定的生是不是佛力加持的？不是，是你自己的坚定信心的愿心的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欧耶大师这个教诫的确是非常宝贵，明白这个道理，晓得事实真相，我们可以不必去问人了，也不必去问佛菩萨，更不必去问鬼神，自己做得了主宰了。第二，要信他。他是谁呢？他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达妄语，在32相里面，佛的舌根，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32相是殊胜的好相，这是善的果报，果必有因。佛说通常一个人三世不妄语，三世不妄语，你的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子，三世不妄语。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证明佛是生生世世不妄语，他这是给我们做证明啊。佛为我们讲净土三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一真庄严，决定是事实，不是他的理想国，是事实。经上所讲的，样样事情都是真实的，我们要相信，信他。何况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真就是不假了，佛不说假话，真话了。实语者是实实在在，绝不是虚伪的。如语者，如语就说得恰如其事，所讲的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事实是怎样的他就怎样说，也不加一点也不减一点，这叫如语，他所讲的跟事实真相完全是一样的，不狂于者，狂是欺骗；不异于者，亦是两样，跟诸佛所讲的两样，那就叫异于。因为佛佛道同啊，一切诸佛所见的完全一样，说出来的也完全一样。纵然是言语或许有一些不一样，意思一点完全相同。我们怎能够不相信？一定要相信佛的言语。这个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有福报之人，相信佛的话。第二，要相信阿弥陀佛的话。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在《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阿弥陀佛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啊，所以说是世尊为我们所讲的，就等于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无二无别。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决定没有虚愿，他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因为他说得很明白，有一愿不能够兑现呢，他就誓不成佛。他在西方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所以每一愿都兑现了，这是我们要相信的。第三，我们要相信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罗什大师翻的《弥陀经》，六方佛，玄奘大师的一本《十方佛》，这是罗什大师省略了四方，就是我们讲的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他把他这个省掉了，可是意思是完整的，六方就是十方，十方一切诸佛赞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么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我们相信一切诸佛如来没有妄语，这个叫做信他。
除了信自信他之外，我们要信理，要信事。理师尊在观经上说出来，经上告诉我们：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把这个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简而不凡。不但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所以大乘经上也常讲唯心净土，自信弥陀，这个理说的非常之深。我们明白这个事实，就能体会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世界一真庄严，没有一个不是唯心所现，为时所变。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法相宗的经论说得最透彻了。法相宗所依据的经论有六部经十一部论，六经十一论，这六经里面包括着华严经，所以四根理我们要相信。果然相信这个四根理呀，我们的心呢会定下来了，我们的的确确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有了主宰，这一生会过得很充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自在。幕后大师教我们要信因，要信果。这个跟这个三福第三条所讲的身心因果那个意思完全相同。事出世间，大到虚空世界，小到这个一根汗毛，一片树叶，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都离不开因果的关系。无论是三界之内，这是讲六道轮回，三界之外，都是因果所现。佛归结到总纲，指示我们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呢一定有恶报啊。
而因于果，如果你是明白了，那么这个设法界依正庄严的权柄操在自己的手里，不落在别人手里啊。因为说到因呢，每一个众生设法界的因都具足，换一句话说，你阿赖耶识里面那些种子就叫因啊。你有做佛的种子，你也有做菩萨的种子，你也有声闻缘觉的种子，也有六道的种子，这种子很齐全呢。那你要想得哪一个果报呢？我种子都齐全，我想成佛，我想做菩萨，我来生享人天福报，看你自己的意愿，种这个因都有啊。可是因到果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叫做缘。如果没有缘呢，因不会结果啊。比如说我们种瓜，瓜子是因啊，结成瓜是果啊，瓜子要有缘。没有缘，我们把它装在玻璃杯里面装一百年，它也结不成瓜了啊。它怎样才结瓜呢？它需要缘，它的缘要土壤，要肥料，要日光，要水分，这个四种是它的缘呢。这四种缘都具足，很充沛，它的果一定结得非常好。所以虽然讲因果，但是佛为众生说法，常常讲缘生。他为什么不讲因生呢？因不必讲嘛，哪个人都具足了嘛。所以缘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我想成佛，那你就要啊培养成佛的缘。成佛的缘是什么呢？念念想佛。他念佛了，我心里有佛了，这就是缘。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现在呢对于佛的缘特别加强，底下结的果就是成佛之果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如果我们贪图世间五欲六尘，我们的心里面呢充满了贪嗔痴慢，而打个妄想想成佛，这个因缘果不相应，因为你的缘不是成佛的缘，所以佛的果报得不到。那么你今天心里头这个念头是什么缘呢？是三恶道的缘啊，贪嗔痴慢嘛，这三恶道的缘。这个缘所感得的是一定是你阿赖耶识三恶道的种子，将来现出的这个果报就是恶道的现象。这个是真实的因果事理，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个真正明白的人，真正相信的人，他一定是修善因，培善缘，将来一定得善果啊。所以这个事情何必要问人呢？
人家未必知道啊。问佛心里头有疑惑，这才问呢，没有疑惑问什么？断疑生信，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是《金刚般若》里头说得很好啊！欧耶大师教我们最低限度六心，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们讲信，跟基督教里面讲信上帝不一样。我在美国遇到一些基督教的牧师，美国的这个宗教界是很友善的，不像我们台湾呢，这个异教排斥的力量很大，在美国不是的，美国认为你只要信仰宗教，不管是哪个宗教，对社会都带来和谐，所以彼此都很尊重，这个毁谤很少，很少听到。他们的传教士来看我，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净土宗也是第一个讲信，他说我们基督教也讲信啊，我们很接近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不一样，虽然讲信，你们第一个信是信上帝，决定要相信有上帝，唯有信上帝才能得救。我说我们佛教这个信不是信自己啊，唯有信自己才得救，不信自己的人不能得救，那怎么会一样的啊？一定要辨别清楚，从坚定的信心、明了的信心，可见的这个信不是迷信啊，是把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这个信叫正信啊，不是迷信的。从正信里面呢，建立了愿心啊，我愿意生到极乐世界。喜欢生到极乐世界啊，实在说西方三圣啊，弥陀、观音、释之，与我们的缘分很深。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就生欢喜心，有缘啊！生到那里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太多了。在经典里面，古大德有个比较啊，在隋唐时代，中国的高僧、日本的高僧、韩国的高僧，那个时候叫高丽，大家在一块研究探讨，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呢，说了这么多经典，哪一部经典第一？这个大家互相在一块研究探讨几乎公认《华严经》第一。这个认识没有错，《华严经》的的确确是整个佛法的概论，是一个圆满的佛法。世尊以后所说的一切经，可以说呢，都是解释《华严经》某几句话。解释这几句话呢，就是一部经了。
所以一切经皆是华严眷属啊。华严像一棵树一样，根树根，那个根本的主干，一切经呢枝干啊，枝叶花果啊，总离不开那个根本，所以华严叫做根本法门。那华严经跟无量寿经一比呢，这些诸位大德说无量寿经第一，把华严比下去了。为什么呢？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才圆满。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就不圆满。所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归宿，这才说明了无量寿经的重要啊！啊，如果说是华严经是经王，无量寿那是王中之王啊！这是世尊在经上赞叹的：“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可见的祖师大德们的慧眼真的看出来啊。清朝初年，彭绍升居士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啊，他的著作收在藏经里面流通的不少。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这个话是彭绍升说的。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经文很长啊，80卷，无量寿经才2卷的，有的本子是1卷的，中本华严啊，大本中本，那还有小本呢。小本是什么呢？佛说阿弥陀经，叫小本华严。这三部经文字上虽有长短不同，里面的内容啊完全一样。于是我们才了解净宗这个法门在整个佛法里面它占的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就会选择了，尤其是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任何一个人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只要你能够信，只要你能够发愿，只要你肯老实念，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法门广大，没有任何一部经论能够跟它相比的，所以才得一切诸佛称赞，一切诸佛弘扬啊，道理在此地。那么现前我们采取的本子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这个本子因为是一个在家居士汇集的，所以在流通方面呢，就遭受了许多的障碍。不
不肯认同这个本子。其实这种障碍自古以来就有，不是今天才有的。你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得了五祖所传的衣钵，也是这个宗门里面不肯认同，想办法去找他把衣钵抢回来，害得六祖跑到猎人队里面去隐名埋姓的，就躲藏了15年呐、大家呢比较上冷淡下来了，他才出来。那么这些都是嫉妒障碍啊！十六祖度众生呢，延晚了15年呐、无量寿经因为是佛多次宣讲，每一次佛说的内容啊大同小异，因此流传到中国来，梵文的原本就不止一种啊。那么在中国翻译确实是最多的，从汉后汉到宋朝800年间总共有12次的翻译，12种译本，很可惜的其中7种失传了。我们现在在古代的藏经目录里面看到这个经体，经本字看不到，现在藏经里面所收的5种译本，根据古来大德的看法，这5种译本呢，至少是3种不同的原本，所以证明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说。那么，如果要不能读5种本子，你对于这个经义了解就不完整，就有欠缺。5种本子通通都能读到，在从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汇集就非常需要了。第一次的汇集是宋朝王龙书居士王日修做这个龙书净土文的龙书是地名他是龙书人，后人对他的尊敬不称他的名，也不称他的字号，称他的地方，这是最恭敬的，称为王龙书。龙书这个地方出一位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对这个地方的尊敬。那么他做的这个汇集本叫做《大阿弥陀经》，大藏经里面说的有，流通的很广。莲池大师做《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差不多一半都是《大阿弥陀经》的原文，可见的莲池大师对他很尊重。龙树居士汇集《无量寿经》，只见到4种的原译本。唐朝《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王龙书居士没有见过。当然，他知道那个时候找经本很困难的，那个时候的经本都是手写的。诸位晓得，手写的本子数量一定很少，流通不广。以王龙书居士
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啊，他的这个财富，想找这一部经一生当中都找不到。你才晓得古时候得到一部经书真正不容易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常常劝勉我们要读诵，要书写啊，书写你写一部，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流通啊，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现在呢我们不需要书写了啊，现在印刷术非常进步，非常发达啊，我们印经流通，功德就更大啊。龙树居士念佛真的是得力，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是站着走的啊。你们看龙树净土文前面有一个画的像啊，站到那个地方拿着念珠，那就是龙树居士往生的像啊，站着走的。由此可知汇集是应当的，汇集没有过失。为什么要排斥汇集？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心理在作祟呀，障碍大法的流通啊。第二次有彭吉清居士啊，他也是看到无量寿经的译本太多，而且译本的时候不好念啊，译的文字生涩啊，不好念，大家对这个经典兴趣就不能提起啊。所以他编了一个戒教本，他是采取五种本子里面的一本，康僧铠的本子啊，其他的四种都没有。诸位想想，那个经文的这个意思欠缺的地方当然就很多啊，但是他的戒教本呢比这个康僧铠的译本呢真的好读多了啊，读起来很通畅啊，你会很生欢喜心。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一个本子而不是五种本子啊，所以其他本子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经文我们没办法读到啊。那么这个戒教本在台湾有流通啊，台湾有两种，一种是无量寿经起心论啊，那个论也是彭吉清做的啊，也是彭居士做的，文就是他的戒教本。另外一种本子丁佛宝居士无量寿经前注，丁佛宝居士用的这个经本的原文呢是用彭吉清的啊戒教本，所以这两种本子在台湾呢都流通。第三种汇集本是清朝魏源居士啊，他是这个咸丰年间人啊，他算是很不错，五种本子都见到了啊，所汇集的比王龙书确实是好啊，所谓是厚厚胜于前前呢，啊，后来的比从前的好。那么这些本子，印光大师有批评。印光大师的批评，不是说他汇集是不应该，不是讲这个，而是汇集呀，一定要忠于译本的原文，不能随便把这个经文原本的那个经文呢改
动了。啊，这个是给后人呢留下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啊，龙树居士确实有几个字改动了。魏默生居士呢也改了。啊，这个是印光法师所反对的，不是反对慧起，是反对他们不忠于译本的原文。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因为古德的汇集本有这个瑕疵，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再发现，重新编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前后总共用了10年的时间，初稿完成是3年，后来又有7年的时间不断的修订，所以10年呢才成为定本。啊，我们现在所读诵的，啊，所流通的。那么这个本子是六行老法师从大陆带到台湾来，啊，那个时候老法师还没有出家，啊，是以居士身份，啊，带到台湾来的。他没出家，我就认识他。啊，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佛。啊，那么他把这个本子带来之后，以后啊，他出家了，啊，有略行法师。啊，这个广化、广元啊，都是略老的徒弟。那么这个本子呢，他就交给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看到之后非常欢喜，啊，因为前面序文梅光系写的，梅光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一看到自己老师的文章，当然喜欢得不得了。啊，而且李老啊，对这个夏老居士非常推崇。啊，在大陆那个时候号称南美白夏了，居士里面的两位大德。所以他就叫台中瑞成书局把它翻印了，而且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他的那个眉注小字的批注啊，就是那个时候讲的，这在民国39年，啊，讲了这一次。那么以后虽然他也讲过几次《无量寿经》，没有用这个本子，选用康僧铠的本子，什么原因呢？外面有压力，说这个东西是居士编写的，啊，外面有压力。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拜在他门下。那么没多久，他就把这个本子给我，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是在民国50年，啊，很欢喜，啊，那个时候我在台北讲经，我就很想讲这部经，啊，刚刚好遇到呢我们韩馆长啊50岁生日，是我讲这个经给你祝寿，啊，他也很高兴，就印了3000本，啊。我到台中去报告老师，我说我讲这个部经好不好，老师摇头说不行。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呀，因缘没成熟，啊，现在不可以讲。他说台北有很多老法师老居士，如果他们出来批评你担当不了，啊，你现在的声望还不够，没法子了，经印了，经印了就送人吧，这经就不能讲了，
我在台北改讲《楞严经》，啊，再讲一部大经，这就收起来了。这一收啊，就收了很多年，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哎，这个经本子我找旧书啊，又找出来了。啊，我又想到了这个老师这个本子，很多人呢大概都遗忘了，都不晓得了。原本在我这里台中没有人见过，所以我就把它印出来，啊，给老师做个纪念。啊，也希望借印经的功德，增长老师往生的品位。经印出来之后，许多人看到都生欢喜心，这个要求我开始讲这部经，于是在国内在国外就讲开了。果然不错，法缘无比的殊胜。我想一想，这个法缘从哪来的呢？一定是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加持的，否则的话哪有这么好的法缘呢？越讲越欢喜，越讲我们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呢越坚强。这是这一部经确确实实是蒙佛啊，不但加持我们人呢，加持这个经典啊。那么那个时候在海外弘扬这个本子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得很孤单啊。以后在美国偶然之间的遇到黄念祖老居士，这才晓得他在中国大陆也弘扬这部经，也只有他一个人啊！这我们一见面呢，非常欢喜，居然还有一个也弘扬这部经的啊！所以我到北京去看他，我刚刚住在旅馆里面，他老人家就来看我，啊，这个在礼节上啊是不对的，啊，这个诸位要知道，中国的古礼，所谓是做客不拜行客，啊，就是我们行客，我是客人到北京，一定我要先拜访他，他不能来拜访我的，啊，我拜访他之后，他来回拜。这个是礼节，这个是对的。我一去还没有去拜访他，他就来先拜我了，这超过了礼节了，啊，这个证明什么呢？太欢喜了，啊，等不得我去看他了，他就来先看我了，啊，我们就谈到这个经典的因缘，啊，他是夏老居士的传人，啊，是夏老居士传法的弟子，也是梅光系居士的外孙，啊，所以跟这个缘呢非常之深，啊，那么他知道我是李炳老的学生，李炳老是他舅舅的学生，啊，我们还有这么一点关系在，啊，所以是以后往来就非常的密切，啊，那么他告诉我夏老汇集这部经的经过，不但时间长，梅光系居士，还有慧明老和尚，这真是德高望重啊，也都参与了这个工作，特别是四十八院这一章，三个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几乎大家都真正承认这个汇集本是五种缘义本的集大成，读这个本子五种缘义本可以不要读了，意思一句都不漏，文字一个字没有改动，字字句句都是缘义本的原文，
很可惜呢，印光老法师往生了，没有看到这个本子。他要看到这个本子，一定会点头，这个本子好。印祖啊，没有看到。那么我在北京知道老居士会议的感应瑞相很多，但是他们决定不发表，决定不跟人说。这一点非常值得赞叹。不炫耀自己，不夸张自己，做得很保守，很本分。我在美国迈阿密讲演的时候，就是你们最近看到的《认识佛教》那个小册子，在迈阿密讲演，有不少外国人来听讲。当时有曾宪伟居士担任英语的翻译。这外国人里面呢，有几个有神通的。曾宪伟居士喜欢神通，他喜欢这个东西，他向那些外国人请教，他就拿这个下联句的照片，我们印在经上的这个照片，给外国人看，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这有神通的这些外国人一看这个，肃然起敬。他说这个人不是平常人，他全身是透明的。所以曾居士奇怪，怎么能在照片上看到这个人全身是透明的？他说他在世的时候，他说他现在不在世，在世的时候不很出名，所说的呢都说对了，这是一个不是普通人。换一句话说，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否则的话的时候，你看看以王龙书居士，彭绍生、魏源，都是了不起的佛学家。都不能做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要等下老来完成。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本子要有信心，要真正能肯定它，这个本子从推出来之后在全世界受到欢迎，而下老往生的时候有遗言留给他的学生。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汇集的这个无量寿经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听到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老法师老居士在讲什么。现在果然是如此，从台湾传到大陆去，对吧？从海外传过去吧。那么又说呢，这个经本将来传遍全世界，所以大陆人现在相信，现在几乎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地区，我们这个经呢都流通到了，确确实实这个经本传遍世界，而它的成长真正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们这个经推出来还不到十年。李老师往生的时候才推出来的嘛，不到十年，我估计这个经本的数量啊，已经超过300万册，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可以说，大乘佛法所有经论，在这么短的时间，这样大量的流通到全世界，这是第一经。没有这种现象的，果然是被夏老居士预言所说的，像他预言所说的，所以我们对经本要充满信心，依教奉行，
认识净土，认识西方世界一真庄严，我们有个强烈的愿望就生起来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第一个长寿，无量寿啊。第二个，蒙佛本愿加持，使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有断，就提拔到阿惟越智菩萨七地以上啊。第三个好处，在西方极乐世界亲自蒙佛教诲，我们想求善知识，阿弥陀佛是第一善知识啊！啊，这么好的老师啊，何况每一天你能够得到设方一切诸佛的教导。那西方世界的人时时刻刻到设方世界供养诸佛，听佛讲经说法，直接受一切诸佛的教诲，所以他不会退转，他成就快呀。根据无量寿经，根据阿弥陀经，我们仔细去观察西方世界成佛顶多啊只要三阶四阶啊。世尊跟我们说，在娑婆世界要成个佛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三大阿僧祇劫，简直不能比呀。西方世界三界四界就成佛了，这样的好处，这样的利益，我们如果不求生，那真的叫愚痴啊！李老师所说的不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非愚即狂啊！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换一句话说，你不是个正常人啊！你就不正常了。正常人一定会求生西方净土，因为他太好了，太殊胜了，一切菩萨想求都求不到，我们有这个缘分能遇到，更难得的遇到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你看展开我们面前读得这么欢喜，这样顺畅，意思那么圆满。诸位跟五种本子比较一下，你就晓得。那么我弘扬这个本子在台湾，唯恐还有阻力，所以我把九种本子通通找到了，印成一本，我提的叫《净土五经读本》，九种本子都摆在面前，你自己可以看，你自己可以比较。然后你对这个本子才不会怀疑，才肯定它。那么更难得的是慈州法师的扩判。这是我在北京黄老居士教给我的。这个也是诸佛菩萨加持，真正不可思议。在文化大革命啊没有被烧掉，这个扩判留下来了，我带到台湾，后来印的这个无量寿经，我把扩判呢排印在后面，为什么呢？给大家做个证明。慈州法师在大陆上解行相应，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在台湾他还有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都不错，一个是道元老法师，已经往生了，道元老法师是慈州的学生，还有一个现在还在灿云老法师，是慈州的学生，这两位大德的老师啊，亲自给夏老居士这个本子做扩判了，
而且用下老居士这个本子在当年在济南讲这个无量寿经，这本子还能有错误？所以如果对这个本子还有疑惑啊，还有批评毁谤的，那我不晓得他存的是什么心。依照这个本子认真去修学修学得利益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在国内在国外看到许许多多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呢非常坚定啊，一定要发愿求成净土啊，所以这个愿力非常重要。欧益大师说过，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品位高下决定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么由此可知，信愿非常重要啊。行就是老实念，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舍六根净念相继啊，我们要认真去奉行啊，在日常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这个身体还在世间啊，世间这些琐碎事情我们不能离开啊，要用什么态度？决定遵守三福六合三学六度，这些修学的纲领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我们时间短没有能详细为大家说明，但是在许许多多的录音带里面都有啊，我们利用录音带的方便啊，希望诸位同学多听啊，了解之后知道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佛法才不落空啊！佛法对我们有真正的好处啊，真实的利益了。现前的好处带给我们这一生当中幸福快乐，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这个是净宗确确实实能够给我们的，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将来的好处那就套一句经上的话，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说不尽的好处啊！啊，所以希望啊，诸位同修要特别的珍惜，佛号要念得好，念得得力，我们在讲堂里头也常说，这个要领呢，要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成功了。这三句就是净念相继，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很多，但是那个信仰啊坚定的人不多啊。如果真的信仰坚定，他一定是一门深入啊。你看呢，有灾难了要求观音菩萨消灾，有病了要求啊药师如来啊治病，
这个就是怀疑，信心不清净啊，怀疑，认为呀，每一尊佛菩萨管一桩事情，所以平常要是得罪了这些佛菩萨，啊，得罪药师佛有病了没人救了，得罪观音菩萨没人替我消灾了，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有怀疑，啊，于是我们的力，这个信心呢就不清净了，啊，这是我们修行很大的障碍。另外一个大障碍，夹杂，啊，夹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学佛，我们对佛菩萨要求的东西太多了，啊，又要求功名，又要求富贵，又要求长寿，又要求儿女，哎呀，求升官发财，求太多了，夹杂了。除这个之外，在佛法里面也夹杂，啊，所以大家看起来，哎呀，好像很用功、很精进啊，啊，实在讲，他那个不是叫精进，叫杂进、乱进，啊，杂乱心修行，不相应，决定不能成功。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个佛的种子，不能成就的。成就要精进，精是纯而不杂，一门深入啊，那个叫精进。所以精，我只念一部，佛号我只持一尊，这个叫精。精进的果是什么呢？身心清净，你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没有执着了，身心清净啊，就得到自在快乐，那个真正的受用啊，就现前。所以从前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就真的得到了，最高的享受你确实可以得到，最高的享受就是身心清净，不是世间的富贵啊，世间的富贵不是最高的享受啊，它有很多痛苦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贫穷的人苦啊，富贵的人比贫穷人还苦，你们仔细想想，还苦啊，还不自在啊，这是世间苦，唯独佛法能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这个是得真实之路，所以这个信愿行，这个行就是老实念，不要多问了，有很多人找我，我有许多问题啊，要来请教法师，你的这些问题我通通都知道啊，什么问题呢？胡思乱想啊，是修行当中决定的障碍啊，通通放下，要看破，要放下，放下你那些虚妄的分别、执着、妄想、杂念，放下你所有一切的疑问，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个不间断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那么诸位要晓得，
这个念佛了，念字从心了。你看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确是充满了智慧的符号。这个字是会意的字，叫你体会这个意思。上面是个经，下面是个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我心上就有，这个叫念，不在口上啊。你心上所念的人，心上所念的事，你没有挂在口上啊，你心上真有啊，那叫念。口上有，心上没有，那个不叫念。口里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心里头没有，心里面还是升官发财，还是名闻利养，还是五欲六尘，要搞这些东西啊，念佛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啊，搞这些，这不叫念佛啊，这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居士来看我，啊，告诉我的法师，我念佛已经有三年了，妄想分别还很多，功夫不得力，怎么办？啊，我就告诉他，我老实念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他告诉我的法师，我样样都放得下，就是孙子放不下了。可见的他并没有天天念孙子孙子孙子，他没有念的，他念的是阿弥陀佛了，心里想孙子，你说那有什么办法呢？这就不相应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你把你孙子换成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我教给他一个方法，心上真正有，真正有佛，心里头真正常想极乐世界，不要胡思乱想，想什么你要记住，都是造六道轮回，唯有想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往生净土，一生成佛，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记住啊！任何的念头都是搞六道，都是要受无尽的苦难，你又何必呢？啊！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啊！就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好，我这个讲演呢就到此地圆满啊，希望同学们都能够记住啊，我们信愿持名，将来同生西方极乐世界。